二集，超刺激的一天。求见，希望你能弃暗投明，否则我让你见识难以置信的战争。钢铁侠出击！没有我的高科技帮忙，侯爷今天肯定要倒霉。我这么善良，怎么能眼睁睁看他受苦呢？所以我决定不看了，好好睡一觉。刚才忘拿饮料了，铁掌英雄想喝什么，我去给你拿。别乱喊，我现在可是公认的小淑女，你说是不是呀，于思思？喝可乐吧。我回来了。我肚子疼，要去下洗手间。那什么，你有快干胶水吗？借我一下。你肚子疼上厕所要快干胶干什么？我那么多干嘛？有就赶紧给我。凶什么凶嘛，说好的淑女呢？跑这么快，看来肚子真的很疼啊。咦，又是谁来了？这是小猴子最喜欢的机器人，如果他看到被我弄坏了，一定会很生气而且很难过。我要努力把它修好，不要慌，很简单，有胶水粘上就行。谁啊？查水表。我谢你才怪了。朱志摩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吾乃钢铁侠，地球上的平凡男孩，劝你识相的话，速速打开房门。你不是钢什么侠吗？有本事自己穿墙进来呀。去，那吾逼不得已，只有破坏大门了。事后吾会用攒的压岁钱赔偿你父母的。大事不好，坏了，留印了。为了地球和人类，吾顾不上那么多了。疯子，我忍你很久了。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是病猫啊？拿把破水箱想吓唬谁呢？张嘴。你当我和你一样无聊啊？你张不张嘴？不张。哼。这什么玩意儿？吾原本不屑用卑鄙的手段，都怪你执迷不悟。不会吧？难道是？没错，就是你最害怕的牛奶。吾知道你有乳糖不耐症，误食牛奶就得拉肚子。十万不急。快开门啊，要出大事了。催什么催啊，我还没好呢。哦，那你快点啊。朱志摩呢？不会上阁楼了吧？哎呦，我的模型。外星人快快现身，吾乃钢铁侠，代表正义抓捕你。这又小又丑的衣服能穿？哼。哎呦，烈焰飞天侠前辈的模型很有品位嘛。外星人，你给我滚出来。朱志摩，你给我滚出去。地球上的平凡男孩，你就这么想当外星人的走狗，憋着屎都要阻拦吾？吾明明不想伤害你的。少废话，给你两个选择，要不赶紧离开我家，要不就战斗个痛快，谁哭谁是小狗。让你好好见识一下沉睡在吾体内的强大力量。嘿嘿哈嘿。吾此刻想必是帅呆了，地球上的平凡男孩都吓到没反应了。要打架就好好打，叫什么叫？咱们是一局决胜负，还是三局两胜？三局两胜吧。行行啊，那我先去上个厕所。鲍鱼妹，莎莎。
得快不行了，快出来！催什么催啊？女孩子上厕所怎么可以敲门呢？再敢敲，出去赏你十个铁砂掌！一个铁砂掌就要我半条命了，十个还不得直接归西了？水冲！我要出去，我不行了。你也恢复了，让我们继续战斗吧。胆子不小，区区地球上的平凡男孩竟敢挑衅吴刚烈翔。少废话，指我侯爷一棒。正义绳索升级版，正义绳索2.0。小意思，偷躲，我躲，我躲躲躲。耶耶耶，不枉我苦心练习成功了。达达，出来帮帮我，我实在忍不了了。原来外星人在这里，看我拆他。不会了，暴露了。你让开，别逼吴发怒。来啊，你来啊，我告诉你，你别逼我，我通常不生气，生气起来连我自己都怕。别敲门不给开，现在让我去给你开门。禽兽啊禽兽，你居然联合外星人绑架纯洁无辜少女，还把人家关在厕所里。朱志摩，你这想象力不当编剧可惜了。纯洁无辜少女，吴刚烈翔来也。吴乃刚，刚发火是不是？你是隔壁班的班长邱莎莎？我说不是，你信吗？他为什么在你家？算了，这不是重点。重点是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这个样子。你说我能把他直接打失忆吗？求别闹，我祝你生命的。你别走啊，我的手被快干胶粘住了，弄不开怎么办呀？用温水泡一会儿就好了。你去厨房帮我接点温水过来。特殊体型，再加上说我是隔壁班的。你是隔壁班朱那个谁是吧？吴乃。希望你忘了今天的事，就当没见，否则走吧，记得关门。吴静不知身边有如此英雄，秋天都不敢反抗，好厉害，棒棒的。小猴子，你妈妈一会儿就该下班回来了，我可不想让她看到我这个鬼样子。我回家了，拜拜。犯罪现场好惨烈，侯爷不会出事了吧？侯爷，侯爷，你怎么了？你还活着吗？